今天我要让小鱼儿和爸爸进行一个 battle 啊，一个比赛，就是划龙道，好久没玩了是吧？我们看看两个人，是不是都已经有点遗忘，然后谁的技术没有退步？我，哟，啊，我和爸爸谁先玩？这样子，我又给你买了一个，所以你俩可以同时进行。这是他们出的新款，又多了几个颜色，我给你选的是粉色哦。这个跟旧款有什么不一样吗？这款支持观察存档的功能啊，你看是不是很漂亮，少女系，还要装一下电池哦。现在一人一个，不用抢了。嘿嘿，可以了，那我们选哪一关呢？这个里面有500家的题库哦，随便选。你们想好了吗？选哪一关？70。行，那就选70关。67。69。好，70关。跟爸爸一样吗？那个一样吗？一样。先按照这个图形摆一下。这是两个小的。你摆错了。那我们现在开始。Let's go！ 加油，加油！你看小鱼儿啊，平时做作业这么忙，对吧？用这个可以给自己放松放松，又能让你锻炼思维，对吧？手脑并用，总比玩手机强吧？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成功！哇，爸爸赢了！看来我们家最聪明的人还是爸爸。这个超级滑龙道真好玩。